亲情啊，来自有因哦，万千离合啊，来自有缘呐、啊。大家人这个道理哪知呀？这种亲情因爱，咱哪会当看清楚这个爱，就化形为大爱啦。实属人看无清楚呢，对呀、啊，这个抒情抒爱，因因缓缓，点点绵绵呐，那都无了期哦，生死分定嘛，这因果啊，就无法度通好脱离。所以咱大家人学佛啊，因当然真重要。常常跟大家人讲，感恩心哦，真正爱感恩，时时感恩，事事感恩，人人感恩，空大无边呐、啊，平等呢。就是爱有这个感恩心，但是呢，那是抒情小爱呀、啊，就是你情我断啦，断不来，我会完咯、哦。啊，咱若有一个开阔的心胸，事事感恩，人人感恩，这叫做大爱。也咱那些有占有为心，那欢欣为受啊，那就是缘的代志，都真多啊。因甲缘呢，敢那是第一个。盖山茶壶里之间，这个观念啊，亲情啊，生落来天下的啊，天下人人敢不是一家亲呐、啊？咱一天地众生万物共生心呢，所以天下。都是拢咱的亲人，有安尼的想法，这天下的，敢是真温暖呢？情嘛，哪要讲情啊？久长情啊，旷大爱啊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啊，搁有无数以来，咱觉悟的感情。这叫做菩萨情，不舍众生啊，来来回回都是为着这份情，那就是各有情哦。所以各有情，各众生的迷情，那是同款在一线之间呐。咱若一点啊偏差，那就迷情咯。那来自于有因，真真正正，拢是因缘果报中因缘。咱若是看清楚，人人都是各有情者，人人呢就是咱所感应的对象。所以看得清楚。只有因，大因大爱；只有情，就是各有情。这种的清净的因呐、啊，这是咱爱真清楚，会当保存着这念的，无有污染清净的因，啊，咱就未去做着。万千离合世间，故然的来到地嘛。那这个大自然的法则，咱都要看清楚嘛。偌久的因缘，
在人间，咱都听受这份缘，缘哪真啊，咱都是啊，用心祝福啊，因缘好缘歹缘，歹缘呢就是缘，就是真分。要那好缘呢，彼此之间就是感恩。所以咱来到人间，爱提高境界啊，唔通去结着歹缘呐，歹缘来，将来来生啊，还是同款延绵不休啊，是苦不堪哦。所以这都要看人到底是跟人结的是什么缘，不如结一个呢清净缘呐，来生来世同心同道同志愿呐。同款是伫菩萨的眷属中，那安尼呢？好的因缘，那这就是咱永恒的伴侣，甲咱同齐斗阵做伴，为人群、为众生去付出。你想，这敢是咱上好的缘呢？所以咱人人。爱修缘呐，人人呢爱保持着这念呢清净的因，所以咱一直呢都要讲忏悔啊，忏悔，不断的忏悔。所以今嘛搁落来这段文啊，地主众丁啊，处福忏悔。贪爱之罪啊，经中说言，但为欲果，观在此眼，物性殊好，莫低灵出。这段文，捌字的人来看，拢清楚了。过去咱既然不断不断地咧忏悔，完了未啊？没完呢，所以咱爱搁在处福忏悔。咱现在搁忏悔的呢，就是贪爱的罪。这个贪爱的罪业啊，实在是无量无边啊。那一念贪心起呀、啊，八万数千障碍门拢开啦。所以经中啊，都、就是安尼讲，讲但为欲果，只干那为着这个贪欲呢定啦。所以咱永远拢关伫迄个痴啊，因为有贪嘛。起真呐、啊，那当年呢，就是因为这念的无明，就是痴，这个痴啊，好亲像一个罗啊，同款呐。咱伫现在的社会，哪有犯罪呢？入去到罗啊的内底啊，都不得自由咯。所以，咱凡夫啊。就是敢那一念无明生三世啊，境界威严中六初开始呢，这个初相的境界现前呐、啊，咱迄个内心嘛、啊，迄、那个痴念嘛，就不断产生无明呢，来看世间。无明呢，来看人间啊！用这个无明啊，在这个人跟人的中间，对啊，无边无际的世间里，甲无量无限界的物质里，你想，在这中间天地啊，
空间人与人之间，这呢正开阔，咱到底呢，迄、那个无明啊，去做着什么物件？所以，互咱呢，生生世世真侪障碍，生生世世呢，人甲人的中间呐、啊，不断地咧起烦恼。生生世世呢，唔知何去何从，由不得咱自己啊！一世人过后，来世人又是选择伫倒位，这拢由不得自己，所以这叫做痴眼。那来到人间啊，物生死祸，拢一直伫定力定力啊！在那个生死河的内底，爱河千秋浓啊，苦海万重波啊，这种六道轮回啊，不得出奇，这种拢是在那个物在生死海中，就是沉啊，沉在这个生死海里。这个生死海呢，就是无边际的欲，这个欲念啊，就亲像生死海。只要你有贪，只要你有欲，这贪欲从痴迷无明开始。所以因为安呢，唔知什么时阵才会当出离哦。一旦入这个痴眼呢，在这个生死海中，到底什么时阵会当出离？看看现在社会，这里真乱，大家报纸掀开，都是男女欲。为什么一个好好的家庭啊，父母的恩情啊，请咱大教育咱成人，但是呢，敢那为着一个感情，会当通反叛父母，对父母呢不好，反因为仇。所以这样多人说啊，娶某了后就某的子啦。当然啦，夫妻之间的感情啊，这呢是啊，在世间人，但是呢，有了夫妻的感情，嘛都爱顾着父母的恩情啊。心不友好，大家官嘛是天经地义呀、啊。但是呢，在别个人的家庭娶入咱的家庭来，做新妇的呢，感觉讲，阮家的爸母我较亲，所以啊，现在的人啊，拢讲嫁一个查某囝，嫁一个后生啦。啊，那是吼。娶一个新妇啊，兼一个后生去啦。现在的人啊，家庭的中间，拢未晓想讲哦，那两对的父母啦，两对拢互相爱感恩，因为有对方、女方的父母，才会当娶到这个。这么好的太太，那太太爱感恩啊，有男方的父母呢，所以才当当得到这么好的先生。心不感恩，大家官家世感恩，丈人丈母，嫁在人的家都爱受人的家教。那一旦安尼啊，这个家庭伦理啦，教育就真好。也那是呢，
有的人要带进来啦，开始的时候啦，感情真好，不管是啊，海会打，石会烂，绝对呢是专情要爱你。带进来了后呢，移情别恋呐，哇，开始呢，这个家庭啊，就是又是复杂起啦，变成了这个啊，小家庭就开始呢感情变故，都开始都个闹咯，为情争杀啦，或者是呢，在外面的那个情的甜蜜啊，同归于尽，真呢。在社会啊，真多都是敢那为着呢男女色情的欲，所以咱常常讲十戒、五戒、合佛啊，咱必定呢在家居士呢，就是爱持守五戒，但是在咱组织的团体呢。除了五戒以外啦，也搁都爱其他的戒。其他的戒呢，是现在的社会，酒啦、烟啦、槟榔啦，这拢爱是顾身体嘛。交通啦，参加各人的活动，爱温柔啦。但是呢，这个大团体的内底呢，这个家庭伦理啊。爱国再较清楚，绝对袂用的呢。对啊，这个、大人群中啦，一点啊不小心呢，可能那会去犯戒啊。所以在咱组织内底，这个团体呢，非常的重视五戒、十戒，在五戒。甲十界内底都有一个呢，邪淫界啊。除了一夫一妻之外，男女之间呢，一定爱真清楚，有发亲，互相感恩哦。一大群的师兄啊，一大群的师姐啊，大家人清净的心啊。共同来行菩萨道啊，但是呢，都是人人心中爱清净，这种菩萨因缘，绝对呢，不是呢凡夫的迷情，一时的热情啊，投入在这个团体中，那心内还阁有迷呢。在这个大团体内底，嘛会犯规矩呢，所以希望人人呢，爱疼惜家己的慧命，这点清净的因呐、啊，的精进，甲这点呢菩萨的缘，咱必定呐爱真清净，所以唔通呢。有这种的这个贪欲、不归的感情，感情脱归啦，那就是入痴恶的内底哦。这伫经文的内底都安尼讲咯，所以再落来这段文呐、啊，众生为是五欲因缘呐，众生。以来流转生死，一切众生历劫生中，众生啊，迷啊，就是敢那为着这个五欲，这个欲念啊，从安尼，从习都是从过去无数无数的过去。一直到现在，咱一直都是流转啊，在这个生死中，
不是拢总流转伫做人呢，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，那咱看会到的啦，都有偌呢真侪种的众生，是几万万种的众生啊。寸动含灵，皆有佛性。咱啊，敢那一念错啦，这个形名啊，无一定是人的形哦。所以，伫一切众生力劫心中，无了时啦，力劫呢，就是经历了偌长偌长的时间，不断不断的无共形的身形。那若做人哦，也阁是真好啊！不管安怎受苦啦，总是呢有机会听到道理，有机会通修行啊。所以有一句话讲：人生难得啊，佛法难闻呐。难要得人生都已经真困难啦。听到正法呢是无简单啦，不过呢总是要有机会。也那是生在其他的畜生类人啦，那就无法度咯吼。所以啊，咱就知影五欲因缘呐，这实在是足厉害。这个因缘呢，那受染着啦，都真麻烦咯吼。各位学佛啊，真正咱爱好好呢，顾好咱的心嘛。这个因缘亲情来自有因呐，这念因呢爱顾好清净呐。万境离合来自有缘呐，咱缘呢嘛都爱清净缘呐，净因净缘呢，那大家人来修菩萨。那阿弥呢？这个人间呐、啊，社会才会当祥和，那天下呢才会当减灾难。所以，请大家人爱惜惜，多用心、啊。